我叫冷心雪，是北京市残联教育就业部的工作人员。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之后呢，北京每天都召开例行的新闻发布会，农人朋友们也希望通过政府的渠道获得最新的疫情通报，他们希望在发布会现场增加手语翻译。我接到了任务，就连夜组织全市优秀的特教老师，组建起了发布会手语翻译团队。而手语最好是能够和口型相结合，它才能够便于准确的理解，戴普通的口罩没有办法达到最佳的效果。于是呢，我就想尽了办法研制出了一款翻译专用的透明口罩，把一个 3M 口罩中间的部分呢，把它剪下来，然后替换成透明材料。接下来呢，就用到一个神器，就是这个封口器，利用它的热效应把塑料和口罩的这个基础层溶接在一起。裁剪过的这个部位呢，我们还需要贴上手机的保护膜进行密封，然后增加它的透明度。之后呢，我们在内层喷上一些防止起雾的液体，然后用纸巾把它擦干，最后呢要用酒精进行全面的消毒，这样呢制作就完成了。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呢，其实呢，佩戴专用口罩翻译是一件挺辛苦的事儿，因为口罩密封性特别的强，时间一长就会缺氧头晕。但是呢，我们每一个手语老师从来都没有一句抱怨，大家齐心协力，只为了一个目的，就是让听障朋友在疫情期间能够获得一份安心和温暖。中国，中国，加油，加油！武汉，加油！中国加油！武汉加油！